各位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认识中医。我是胡乃文。我是李小坤。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有这么一段是记载这样，他说孙悟空他们一行人呢到了朱子国，那孙悟空去接了榜文，为当地的国王治好了病。孙悟空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用金线过脉法帮国王把脉，而且虽然说要望闻问切四诊，可是他却只用了把脉就帮国王治好了病。那他是怎么治的呢？胡医师，这个西游记里面这个孙悟空啊，他真的有意思啊，他去帮国王治病用的是金线过脉，就是那个金线啊贴在国王的寸关尺的这个地方，对，然后把那个金线拉到窗户外面，是，他就感受这个金线的跳动，就能知道国王得的是什么病。这很有趣啊。是，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我看大概非常困难，尤其是现代呢要用什么，你知道吗，过去有人一直在研究怎么样可以使得中医的把脉可以用用仪器啊能够把得出来，是，所以呢用一些个像是量测血压用的那种气球，但是呢用的是比较薄比较小一点的气球呢，来放在寸关尺上，然后把它给充满气以后接到仪器上来感受这个气球上面的压力，然后来决定这个人的病。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展这种仪器好几十年了，可是呢也很难。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要经过电脑的分析，它的排列组合实在是太多，多到简直没办法测试。可是孙悟空呢用这样子一个金线过脉法呢，也就相当于用现在的仪器这样子，但是呢他在别的地方来测试，也就遥测这个脉诊啊，是，他遥测脉诊也能够测到一些，这个我在很多的小说里头都有看到过，所谓的用这个用什么红线啊，用什么线啊，然后拉到外面，然后把脉。因为古时候的你知道吗，过去的这小姐啊、公主啊、妃子啊，这些都不能够跟医生直接见面的，因此用这种红线过脉啊、金线过脉啊之类的方式。所以这看来是在中国以前的时，在古时候的中国，这个是有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了啊？因为怎么样，古时候的脉书里头都没有讲这一套。但至少的就是它是一个脉法的一个应用的方法。也许有的医生他根本不需要过这个脉，而过这个脉呢，只不过是一个。外头看到有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你看在扁鹊当时啊，他发展这个把脉的这一套方法的时候，其实是扁鹊他早就可以看到那个病人的内脏的所谓五脏症结，就是里头所有长了什么瘤啊什么东西他都看到了，他不是用把脉的方式。所以我在猜这个孙悟空呢，他只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讲有这样的脉理，其实他都能看到国王的身体得了什么病。是的，其实呢这个孙悟空他当时呢用这个金线来这样子把脉的时候，他还说出来这个金线的脉的脉理出来，那这个脉理的部分倒是很值得拿来给大家了解一下。是，他是这么说的啊，是，他说呢，左手寸脉强而紧，关脉涩而缓，尺脉呢是扣而沉。对，你讲到这个地方，左手我们就先想啊，左手是管的什么，管血的，右手是管气的。左手的血呢包括了心肝和肾，右边呢是管的是气，就是肺还有脾胃以及命门。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的左手，你说左手寸脉强而紧，好了，寸是不是，寸是心跟小肠。心跟小肠，对，然后呢关呢，关就是肝和胆。那么左手的这个尺脉是管的是肾，还有呢里边的像是这个内脏里头的像是膀胱啦、等等等等，它是这样子的。是，所以呢你说左手寸强紧，关脉涩而且缓，另外呢尺脉抠而且沉，这里面代表什么呢？这边我举出一个例子来看啊，就讲这个抠字，抠脉，抠是什么？抠就是葱管儿，
啊，就是像葱一样的那种植物，它的那个管子叫葱管。葱管呢是上面硬，下面硬，中间怎么样？中间是空的，所以叩脉又叫做空脉，就是空的，里头是空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血液虚空了。那血液虚空呢，在这个《西游记》里头，他对这个的解释，他就说齿，因为齿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下焦，是代表。肾是代表膀胱，所以他就说这个人呢，他是小便赤而大便带血，就是说小便里头也有血，大便里头也有血，就这个意思，也就是流血了，空就是血液没有了，血液流掉了，就是抠的意思。哇，所以他是体内有出血。对，他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儿。另外他讲寸脉，寸脉强而紧。紧就代表什么呢？紧带强的话代表有火的意思。紧假如说只是紧出现而没有强的话，那就是寒。可是现在是强而紧，那就是强而紧，那就表示有热有火的意思。所以寸呢就是心有火。也就是这个人他有心火。然后呢再来右边又怎么样呢？他右边呢 是右手寸脉浮而滑，关脉迟而结，对，迟脉束而劳，对。好，这个里头我还是一样，右边因为是讲的脾胃肺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再来看也是一样，讲就光是讲一个劳字，劳什么？劳就是很沉而有力。沉在底下很有力，就表示说什么肾呐、这个地方一定有肾的亏虚的现象。那所以前面你看左边它会流血，右边它又亏虚，就是流血而亏虚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整个的说起来呢，它就是在《西游记》里头介绍的，他说是怎么样？他说是这个人呢、有忧思惊恐的症状。对对对，忧思惊恐就是。忧思是脾有问题，所以你看他的右关是迟而结，迟就是很慢，结呢就是有不整脉的意思，迟而没有而不整的话，那表示心脏也有问题了，而且呢甚至于忧思郁结的非常严重，这就是讲忧思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情绪上面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郁闷。是啊，所以才脾胃有问题。哇，这个真的是分析得太好了。对，果然这个国王呢，他当时就是得的这种病。哎，对，因为国王在三年前的一个端午节的时候呢，吃了粽子，喝了雄黄酒，然后碰到一个妖精。对，看到一个妖精。哎，可是他被那个妖精吓到了。对、所以呢，他可能就那个食物啊，可能就郁积在胸中。郁积在。胃脾之中，以至于它都不能够消化了，因此呢孙悟空才会开一个又吐又泻的这个药，是让它怎么样呢？让它吐出来，让它拉出去，所以他吃了我记得的是大黄和巴豆。大黄和巴豆在中药药材里头有一个方叫做白散，还有一个方叫备急丸，这两个里头都有大黄和巴豆，还有再加上其他的东西，那意思就是说能够把这个胃脾肠子里头郁结的那种不好的东西一下子给排掉，是一下拉掉。然后呢他又吐出一块什么东西呢？他说吐出一块像糯米丸子一样的东西。哇，那也就是说他在那次遇到了妖精，而且呢吃了这个粽子之类而吓到，那个粽子就一直没有消，三年不消，然后这一吐掉以后整个身体全部变好了。对，整个人都清爽了。是的，是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跟门有关的穴道——关门。胡医师，这个关门穴啊，是不是把门关起来的意思呢？不是。哦，不是啊。门者，出入之门户也；关者，是关卡也。它是关卡的意思。嗯。你知道关门穴它是在哪个经络上吗？关门在哪里呢？它是在胃经，足阳明胃经上。你知道有一本书叫《深见》，《深见》里头讲啊，离其三寸为关也，就是说离开肚脐上或下等等，只要是三寸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关。哦，
只要在肚脐上面或者是下面三寸的地方都是关。离脐三寸为关。是。那关门这个穴呢，它刚好是从中行旁，就是从中行从肚脐往上三寸。嗯。然后呢，从这个三寸的这个位置往旁开两寸，这个位置叫做关门穴。嗯。那这个关门穴呢，往里面来看啊，第一个从肚脐往上三寸叫荐里穴，这是任脉的。嗯。然后呢，往旁开五分呢，叫做石关穴，这是肾经的。再往开两寸，这个就是关门穴，也就是他们都是从肚脐往上三寸的位置，所以呢，一个叫石关，一个叫做关门，就关卡从这个门户，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脾胃消化的食物啊，脾胃里头的食物都要经过这个关卡来走动。哦，所以叫关门。是，那它跟我们的消化运作有关吗？绝对的有关系。不但如此，为什么叫关呢？还有一个意义在里头，就是假如里头有肿瘤啊，有积聚啊，有什么积着的脾块之类的，都跟它有关。为什么呢？肿瘤也跟它有关。哎，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关卡嘛，它卡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很多的积聚什么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有一个穴道叫做梁门的。是梁门。什么叫梁呢？梁就是浮梁，就是横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梁，一个像房梁一样的东西，横在那个地方。是。你知道我们讲有五种积啊，五种积呢，就肝心脾肺肾都有积。肝之积名曰肥气，心之积名曰浮梁，脾之积名曰脾气，肺之积名曰脾奔，而肾之积名曰奔豚。那这个心的积就是梁，就是浮梁。所以呢，这个地方有一个门叫做梁门，就是讲这个地方有积聚的，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积聚从梁门把这个气呢送到了关门，就刚好在这里关卡着了，卡住了的意思。就卡住了。那要怎么样让它疏通呢？那就在这个地方针灸啊，或按摩啊等等，或者是扎针，或者是用艾灸，或者是按摩，都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这个解决。是，这个意思。是。那胡医师说它是一个关门，那它这个东西是主要是输送我们胃里面的一些营养吗？胃不是，它不输送，它就在这个地方。假如万一有问题，它在这里卡到了。如果有问题是在这里卡到。对，所以我们要把它给输运输开来。所以才要针灸把它给疏开来的意思。是。哎，就是把一个关卡关嘛，把它给打开来。嗯。所以呢，你看它的主要的治病的作用是什么呢？嗯。我们来看看，他说是积气胀满，就是积着的气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胀满的现象。嗯。还有肠鸣切痛，肚子里头的有叽里咕噜的声音，就是肠子里头的叫声啊，然后又有胀满啊，有切痛，有喊痛，或者泻力不食，就是拉肚子而不想吃东西，都跟这个有关系。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夹脊急痛，就是肚脐边边的啊，上面的疼痛，还有疟疾呀，还有就是发抖的那种叫震寒，还有遗尿，都可以用这个穴道来治疗啊。所以它不仅是管消化，也管遗尿啊，这些都有关系。对对对，它都管到。因为你知道啊，讲遗尿这件事情啊，也很有趣啊。就是说，当你的脾胃这里有问题的时候，你想想看，食物不消呢，在肠子里头就会胀气，胀得很鼓的气的时候，就会压到膀胱，以至于小便就有，要不然就是排不出来，要不然就是遗尿，要不然就是一挤压就有，就排出，就是不能控制的这种水了。是，所以它的问题不在膀胱，是在于后面。常常都是食物，都是肠胃的问题。因此呢，关门这个穴它就是能够做这件事，而且呢，另外这个关门它是把胃里头的这些食物的，它是在这个地方囤积着的，驻留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叫做关门。是一个关卡了。所以是脾的东西囤积在这里。对，是的，脾胃。脾胃的东西。不能够讲脾，脾呢是管消化的一个机能。是。讲胃呢，就是说。
就是吃进去的食物先在胃里头保存着，然后呢要经过脾的功能来把它给消化掉，因此才讲脾，才讲脾胃，而不是脾的东西，脾不可能做任何的其他的事情，所以是脾胃里的东西囤积在关门这里，是的，是消本来应该是消化，但它不能够消化就囤积在这儿了。如果说不能消化囤积在这里，或者是胀气啊什么的，是就靠这个关门来疏通。对，靠关门，你用针灸或者是按摩等等都可以疏通，以至于呢让这个地方的所有的气，所有的什么都可以上行下行，以至于就疏通了，就没有病了。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穴道，算是一个在胃经里头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内脏的治疗胃的一个一个穴道。是。在过去的中医自解单元，我们为大家介绍过五脏，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脏跟腑。那通常呢我们胡医师以前有提过啊，像五脏呢，譬如说像是肝心脾肺肾啊，那六腑呢就像是大肠小肠胃啊，膀胱胆三焦啊，这是属于腑。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脏跟腑这两个字。胡医师，这个脏跟腑是不同的啊。脏就是实体的器官，腑呢就是空心的器官。刚才你念的大肠、小肠、胃等等，这些它就是成为管状的或者袋子状的，那个就叫做腑。而这个实体的肝啊、心啊、脾啊、肺啊、肾啊，这就是实质的，那就是脏。所以脏那个字儿呢，你看它是写成为这个样子。那么这里头啊，就是就很实在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放进任何东西了。再来看这个脏这个字儿，它原来的写法是，它原来的解释它是藏，藏者匿也，就藏起来的意思，藏匿，藏匿起来了，藏在里头。而古时候的《汉书》啊，它把这个脏字儿，它是通用脏字，就是说它连这个草字头都没有。最早的就是这个脏，是还没有草字头。对，而这个脏字什么意思呢？脏就是好的意思，就是藏在里头的意思。这就是脏。所以呢他说虫草是后人所加，所以是后来的人啊加了这个草字儿。是，后来的人不但加了草，对还加了肉。再后头的人呢，他连这个脏字加了草字头还不算，他又加了个肉字，他认为脏腑嘛反正是肉做的，所以呢就把它再加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加了一个肉字儿，那就成为现在的这个脏字了。那现在这个脏字呢，后来到再后头呢，把脏字又简写下来了，因为觉得这个字儿实在是太难写，把肉字边呢加一个庄下去了，加一个村庄的庄，结果呢这个就变成脏。那这个脏呢又通那个脏字，而五脏变成脏的东西了，那更不对了。对呀、所以这个也是后人把很多的东西啊，本来是好的，本来这个脏字是好的意思，结果变成了不好了，变成脏的东西了。是，所以很多东西经过演变之后，可能就慢慢的变得不好了，失去原意了。是。好，那么再来看这个腑字呢，这个腑啊，腑就是文书藏也。是啊，很多的东西啊把它给藏在那里，就是所以这个腑字呢，它是从眼腹生，这不是广吗？这个不是广，这个字念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呢就是房屋的意思，在一个屋檐之下的这个房子里头的意思，它不是我们现在所通行的简体字的广。可是简体字呢，现在把这样的一点一横再一撇，这个字呢它就念成广了，广东其实不是这个字儿，它是眼字儿啊、嗯。那这个眼字儿底下眼呢，它就是说什么东西，眼底你当做屋子，所以你看眼呢是因眼为屋，因为有眼才能够像对次高屋之形啊，所以呢凡眼之属皆从眼啊，所以而且他告诉你说读是眼。
啊、哦，俨然的俨啊、对，就是读成俨、那所以这个俨呢，是说在房子里头有个什么，有一个复字儿，也是一样，这里多了一个肉字边儿、是不对的。就是后来的人把这个斧字啊，因为认为这个斧呢它是肉所做成的，所以呢把个斧后旁边呢再加了一个肉字儿，其实是没有这个肉的，所以呢斧字它就是俨加一个复，所以你看这复是什么意思，复是赋予的意思，给的意思，在家里头一个人呢拿什么东西呢，这个寸啊，寸是什么，寸就是一个手，所以你看寸者手也，那这个寸就是手，也就是拿东西给人，所以呢你看这个复字就是寸手拿东西给人，就是复，就是给人的意思，所以我们讲赋予给予都讲这个复字儿。我们付钱给人家是手拿东西给人家，然后呢好，这个东西再加上这个眼字呢，那就是在一个就是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在人们大家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拿什么东西给人家，这就叫做府，所以这就是房子的意思了。所以这个东西我再把它想象到我们的、譬如说大肠小肠胃啊、这些，它就是空，它里面是空心 的, 对对对，可以装东西的，是，然后这东西在里面，它又要通过它，要通过它走到哪个地方去，对，那就是赋予了，对，所以这个府字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字儿、就是通这个家府啊，叫家庭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在，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肉字呢，就不一定是我们现在人啊，就是我们现在人常常都会比较起来用一种自己的想法来写一个字儿，那当然府这个字儿呢也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写的，而五脏和六腑在我们人身体上啊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些个器官，然后五脏六腑在南京里头又讲五脏五腑、六脏六腑或五脏六腑或六腑五六脏五腑，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个辩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五脏是实体的器官，六腑呢是空心的器官，但是六腑里头有一个三焦，它是有名而无形的，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医理上的一些个争辩。所以五脏六腑在中医里面它是有很多意义的。是的，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